各位同學早晨，唔係晚安啊，呢度晚安啦啊，已經。咁以下呢條問題咧，就係啱啱有個 Form Two 學生啊，話 Form Two 學生都而家問我數添啊。誒咩事嚟嘅 ？Similar triangle 咧嘅問題啊。咁 similar triangle 咧，咁呢條問題當然啦，就唔係即係話太簡單一條問題嘅。咁佢都如果就算去到DSE 都可以即係出到呢啲 MC 題目嘅。咁佢就俾咗三條邊平衡，三條邊，佢都畫過幅圖啦，因為佢寫咗好多嘢落去啦。咁我叫佢畫過俾我，即係圖咗之後，啲字都寫得幾靚啊。咁然之後咧，八同十二，咁呢度咧就十或十下十咁啊。咁佢而家要揾係揾中間呢條邊嘅長度。咁呢條邊點揾咧？咁嗱，我就即係當然呢度好多個 similar triangle 噶，可以呢個漏斗形啦，呢個三角形同呢個三角形 similar。可以呢個三角形同呢個三角形 similar， 哇頂！可以呢個同呢個三角形 similar， 咁睇問題我哋睇到好多個啊，超級無敵勁抽多個 similar triangle， 好似 Simpson 咁多三角形啊！咁點揾呢條邊咧？咁你只要揀啱一對，揀啱兩對三角形相似三角形，咁就 KO 咗啦。咁因為要揾呢條邊，咁呢條邊咧同呢條邊有關，同呢條邊有關。咁所以我一定係揾呢個三角形同呢個三角形一對一組，同埋呢個三角形同呢個三角形另外一組。咁然之後再加埋呢度中間嗰個長度。咁所以咧，我就會有啦。咁我哋有個 proof 我哋唔寫落嚟啦，就三角形ABC， 即係 ABC， 因為最好啊 ABC。咁就同EFC 唔係 KFC 啊，我突然間會諗起 KFC。EFC， 咁呢度咧就會得到一個邊長嘅 ratio 嘅，就係 EF 除以八就等於 FC， 唔係 KFC 係 FC 啊，除以十。咁呢條式咧，我就將佢個 FC 寫入主項先，因為一陣我要計呢個長度出嚟啊，同埋計個 BC BF 嘅長度。咁所以 FC 就等於調過去乘以五啦，五 over 四。over 四 EF， 咁呢條叫一式。嗱，一式睇下你識唔識啊？若然不識啊，揾 K 料教到你識。好啦，嗱，咁然之後咧，係講到呢度之後咧，請呼籲各位同學請 subscribe Doctor K 啲 message 嘅 channel 啊，同埋可以將我即係嘅題目 present 嘅題目 share 出去，咁睇下幫到有需要嘅人啊，或者俾到一啲有需要嘅 idea 嘅同學想學得數啊好啲。咁好啦，嗱，另外三個人就呢一組。所以就 BCD 嗰三角形 ，BCD 同三角形 BFE 相似，咁我哋就得到咧我想用個EF 啊 ，EF 除以十二就等於翻 BF 除以十，即係呢條邊除呢條邊。就等於呢條邊除呢條邊，咁樣兩對，嗱咁樣兩對，睇到係咪？咁我哋將個BF 咧寫做主項 ，BF 寫做主項就變咗五 over 乘過去十 over 十二，即係五 over 六嘅 EF。咁呢條二式嗱，留意啊，如果你將呢條線 FC 再加 BF， 啱啱好係十嚟㗎，咁所以將呢兩嚿嘢加埋，啱啱好係十啦。所以得到是 FC 加 BF 等於十，即一式加二式啊。咁然之後咧就係即係 BF FC 就係五 over 六，五 over 四 EF 加五 over 六個 BEF。哇！佢 common factor 我可以抽出嚟喎，咁抽個 EF 出嚟，咁就計到出嚟呢個係二十五 over 十二個等於十。呢個唔係五嚟嘅，十嚟嘅。咁計到個 EF 就係4.8，咁當然我撳機撳出嚟嘅啫，咁就你可以乘一乘除一除，好似即係李嘉誠咁樣乘啦，好啦，亦都可以林則徐咁除啊，好嗱，咁呢度講完啦，咁最後呼籲各位同學請 subscribe Doctor K 啲 message 呢個 channel， 好，拜拜。